2024年香港校际杯珠心算比赛已经截止报名啦，各分会嘅选手同埋非会员嘅选手都正在积极地准备比赛。喺珠心算比赛嘅准备过程中，选手嘅身影散发着激情与启示，触动住每一颗心灵。珠心算远超过一种数学技巧，佢好似马拉松比赛一样，系一门精神嘅修炼，引导我哋迎战挑战，突破自我。这不仅是一场计算速度嘅考验，更加是对参赛者专注力与心理承受能力的试炼。在紧凑的训练节奏中，选手如何锻炼专注力，提升计算技能，并增强记忆力，这些都是令人瞩目的过程。比赛的真谛不仅在于坚持到底，更加在于学会不屈不挠的精神。每当学生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，那份无价的成就感都油然而生。其实珠心算比赛的价值远不止于提升计算能力，更在于促进心灵与精神的成长。它不单只是一场竞技，更加是一次自我挑战与实验的旅程。通过参与珠心算比赛，选手学会了面对困难时的坚定和努力，充分展现出战胜不可能的可能。在比赛的准备阶段，我们可以见到每个人的潜力被唤醒，并体验到超越极限带来的快乐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为所有选手打气吧，祝福大家都能够为自己的目标而奋斗到底。